中考当天，妈妈一定要帮孩子准备好这些：一、准考证和身份证缺一不可；二、透明文具袋方便老师检查；三、垫板防止桌子不平；四、0.5的中性笔至少2支；五、专用涂卡2B 铅笔；六、2B 橡皮擦；七、圆规调好；八、尺子、三角板、量角器；九、各种替换笔芯和考试用品，一套搞定。